蔡总统，你不要忘了啊，劳工要的是多休假，不是多加班。那对一例一休的部分啊，那蔡英文昨天改口，他就说要给劳工加班的机会，你怎么看这事？始作俑者就是蔡总统，明明本来劳资关系是相互信任，制造了一个一例一休让劳资对立，后来又取消，现在还说要呼吁要多给劳工加班的空间。蔡总统，你不要忘了啊，劳工要的是多休假，不是多加班。至于加不加班，他个人很多都已经进入责任制的时代啊，很多劳工是非常辛苦，应该怎么样改善我们劳工就业的环境，而不是希望大家多加班。